个抽签的手续啊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就直接来宣布，来自于我们的2022年度卡迪娜 Dance Star 不喊咖街舞赛的我们3对3排舞 battle 赛事的我们的16强名单。好的，那么恭喜我们的 AJ 学耀小 P 组，再来恭喜我们的榜首榜脚，也恭喜我们的 ADBKM， 更恭喜我们的林志坚，哇，几乎是真来了。好，也恭喜我们的卡迪 B， 恭喜苹果家族，恭喜我们的 IPF3， 以及恭喜这个是好这个字好吧吃饼干，是不是？哦，好好吃饼干啊，应该是好好吃饼干啊。好，再来这个是我们那个恶魔们生日快乐，没错哦，百川老师们啊，恭喜我们的大腿老师生日快乐啦，以及这个是摩尔庄龙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也恭喜我们的欧阳亚军托尼，也恭喜我们的 Y Team，还有我们的夏娜尖尖冰冰，是不是？夏娜尖尖冰冰，好，也恭喜我们的狂，更恭喜我们的秀出你的400极限，以及最后一组是我们的雨天来玩鱼丸汤。好的，以上这16组的选手们，麻烦你们待会呢，在我们5:40之前，请务必到我们的面对舞台右手边的选手预备区，这里来集合报道一下啦。那与此同时呢，没错，我们也在此来做一个小小的宣告，也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，是的，待会我们5:40的时候会开始进行来自我们的16强以及我们的3对3 battle 赛事的各项的对决。那么也请我们所有喜欢我们的街舞的观众朋友们，麻烦你们待会呢，在我们40分之前，能够务必的回到我们现场来，来一起观赏我们今天的精彩的3对3 battle 赛事。好的，那我们再快速的重复一次，如果你对于我们的晋级名单有任何疑问的话，也欢迎你们可以去服务台那边去询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。好的，来自我们3对3 battle 赛事的16强的晋级名单有 AJ 学耀小 P 组、榜首榜脚组、ADBKN 组、林志坚组、卡迪 B 组、苹果家族组，以及是 IPF3 组，还有好想吃饼干组，以及是恶魔们生日快乐组、摩尔庄龙组、欧阳亚军托尼组、 Whiting 组、夏娜尖尖冰冰组啊，如果有念错的话，不好意思，我待会再做个修正啊。是，以及我们是狂组，还有这个是秀出你的4拍极限组，最后一组是我们的雨天来碗鱼丸汤。好的，以上这16组的同学们，麻烦你们可以稍微准备一下啦。也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参赛选手们，谢谢你们的热情支持。当然，也许你们没有晋级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能够留到最后一刻啦。毕竟呢，我们街舞圈当中啊，大家其实也都是私底下都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啦，大家互相支持一下喽。好的，那么好，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，一样交给来自我们的 DJ Soyou 所带来的好听的音乐吧。